安、州牧都江。藩镇方外，公卿尚书务修人化，上柱陛下，下枕黎民，各进其中，时贵万一，则康哉之歌作，行错之礼轻。愿陛下留神思。臣愚言，十殿上列江鹤定应巧辨辟，贵信任事。凯面则定曰：卿见前后事主不忠，轻乱国政，宁有得以受忠者邪？何以专为宁邪？会臣天听，一字改立。不然，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。定大恨凯，思重伤之，凯终不以为意，乃兴公甲，一行于色表书，皆指示不事，终肯内发。建恒元年，疾病号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，凯臣和定不可任用，宣授外任，不以委以国事。西西小吏见其朴礼田欲复严密顾忌，亦不可听。姚信、楼玄、贺绍、张体、郭戳、薛莹、腾修及族弟喜抗，或清白钟情，或资财卓茂，皆社稷之真干，国家之良辅。愿陛下重留神思，访以实务，各尽其中，时一万一。岁卒，时年七十二。子一初为黄门侍郎，初领部曲，拜偏将军。凯王后，入为太子中庶子。右国史华和表见一曰：一体直方刚，气干强固，董律之才，鲁肃不过。即被召当下，竟还复都，道有武昌，曾不回顾，弃谢军资。一摩所取，在荣果义，临才有节。夫下口，贼之冲要，直选名将，以正数之，臣妾思维，莫善于一。初，号常贤凯庶范言武指，加和定赠购妃，既以重臣。南神以法，又录抗时为大将在疆场，故以计容忍。抗卒后，景 PG 316喜凯家于建安。或曰保鼎元年十二月，凯与大司马丁奉、御史大夫丁固谋，因号叶庙，欲废号立孙修子，使左将军刘平领兵先驱，故密与平，平拒而不许，是以不谢，是以所图不果。太史郎臣苗奏号九因不语，风气回逆，将有阴谋，号深井巨云与连从今阳来者得凯所见，号二十世博问无人，多云不闻凯有此表，又按其文书甚切直，恐非号之所能容忍也。或以为凯藏之窃似，未敢宣行，并困号遣董朝审问预言，因以复之。虚实难明，故不着于篇，然爱其旨志好事，足为后戒，故超列于凯传左云。号遣亲近照亲口照报凯前表曰：孤动必尊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见非也。又见叶公不利，故避之，而惜公事与摧朽，须谋宜都，何以不可喜乎？凯上书曰：冒妾陛下执政以来，阴阳不调，五星失轨，执思不忠，奸党相扶，是陛下不尊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心，受之于天，修之由德，岂在公乎？而陛下不资之功夫，便圣意驱驰，六军流离悲剧，逆犯天地，天地以哉？同歌其谣，纵令陛下一生得安，百姓酬劳，何以用之？此不尊选帝意也。臣闻有国以贤为本，下杀龙逢，因祸医治，思前世之名孝，今日之师表也。中常侍王藩黄忠通礼，处朝中简思社稷之重镇，大吴之龙逢也，而陛下奋其苦辞，恶其职，
对，萧之殿堂，尸骸抱泣。邦内伤心，有时悲悼，贤以无国夫。差父存，先帝清贤，陛下反之，是陛下不尊先帝二也。臣闻载，相国之助也，不可不强。是故汉有萧、曹之左，先帝有故，不知相。而万欲所裁樊雍之职，其从家立，超不子踏于欲矣。封于弃以义，而陛下爱其细戒，不妨大去，容以尊府。月上，旧臣贤良分晚，致仕贺札，是不尊先帝三也。先帝爱民过于婴孩，民无妻者以妾妻之，见单衣者以帛给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理先帝四也。袭节昼灭由妖妇忧。 PG317 立乱在婢妾，先帝见之，以为深戒，故左右不至淫邪之色。后防无旷姬之女，今中宫万数，不备贫强，外多官夫，女淫于中，风雨逆度，正由此起，是不尊帝先武也。先帝忧劳万机，犹惧有失。陛下临座以来，游戏后宫，炫惑妇女，乃令数事多旷。下立容间，是不尊先帝六也。先帝笃尚朴素，服不纯利，宫无高台，物不雕饰，故国富民充，兼道不作。而陛下征调州郡，结民财力，是被玄黄，公有诸子，是不尊先帝七也。先帝外丈故陆朱张，内敬胡宗，薛赠是以庶姬雍熙，邦内情愫，今者外非其任，内非其人，陈身曹府斗稍小利，先帝之所弃，而陛下信之，是不尊先帝八也。先帝每宴见群臣，亦损唇有浓，臣下终日无失慢之由，百僚数饮，并斩所臣。而陛下居以世瞻之敬，惧以不敬之酒。夫酒以陈札，过则败德，此无益伤心长夜之饮也。是不尊先帝九也。习汉之桓灵，清净幻术，大师明星，今高通詹连杨度黄门小人，而陛下赏以重爵，权以战兵。若将主有难，风岁互起，则度等之武不能御武名也。是不尊先帝十也。今宫女旷姬，而黄门复走州郡，调迭民女，有钱则舍，无钱则娶，怨乎道路，母子死绝，是不尊先之十一也。先帝在时，亦养诸王太子，若娶乳母，其夫复义赐予钱财，给其资粮食，遣归来，视其若袭。今则不然，夫妇生离，夫故作义而从后死，家为空户，是不尊先帝十二也。先帝叹曰：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依其次也，三者孤存之于心。今则不然，农丧病废，是不尊先帝十三也。先帝检视，不拘卑贱，人之相驴，笑之于世，举者不虚，受者不忘。今则不然，浮华者登，朋党者进，是不尊先帝十四也。先帝战事，不给他意，使春为之农，秋为收稻，将主有事，则其死效。今之战事，供给众议，领赐不善，是不尊先帝十五。PG318 也，夫赏以劝功，罚以敬邪，赏罚不忠，则是民散失。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，劳不见赏，是不尊先帝十六也。今在所监司，民为反伪，兼有内史，扰乱其中，一民实力，何以堪命？袭警帝时，交趾反乱，时由资起，是为尊景帝之阙，不尊先帝十七
也，夫孝是利民之仇也。先帝末年，虽有履衣、前倾、巡街、诸仪以谢百姓。今父张立孝曹，纵立严氏，是不尊先帝之时。八也，先帝时居功者显久于其位，然后考绩处置。荆州县职司获立政无几，便征召迁转，迎新送旧，分坛道路，伤财害民，于是为甚，是不尊先帝十九也。先帝每察进解之奏，常留新推案，是以欲无冤求，死者吞身。今则为之，是不尊先帝二十也。若臣言可录，藏之蒙府，如其虚妄，至臣之罪。愿陛下留意。应字敬宗，楷帝也。始为御史、尚书选曹郎、太子何文琪。明，待以书礼。会权纪、杨竹等阿附鲁王霸，与何纷争，因相赠购，应作收下狱，处毒备至，终无他辞。后为衡阳督军都尉。赤乌十一年，交趾九真夷贼公没诚意，交不骚动，以应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应入南界，欲以恩信，务遂招纳高梁渠帅、黄武等之党三千余家，皆出将，引军而南，众宣至城，以以财币。贼帅百余人，民五万余家，深忧不羁，莫不讥丧，交遇清泰旧家安南将军赴讨苍梧建林贼，破之，前后出兵八千余人，以充军用。永安元年，征为西陵都，封都亭侯，后转左虎陵中书丞。华和表见应曰：“应天资聪朗，才通行节，习力选曹，一计可计。”还在胶州，奉宣朝恩，留民归附，海鱼肃清苍梧、南海。遂有旧风瘴气之害，风则折木，飞沙转石，气则物欲，飞鸟不惊。自应至周，风气绝袭，商旅平行，民无疾疫，田稼丰忍。周至临海，海流秋闲，应又触水，民得甘食。惠风横背，化感 PG 319人神，遂平天威，昭和一散。至被诏书当初，敏感其恩，以望炼土，父老携幼，甘心谨从，众无邪二，不凡兵卫，自诸江河，众皆挟之以威，未有如应节以恩信者也。贤命在周，时有余年，兵带书俗，保完所生，而内无粉带付诸之妾，家无文假兮。相之真，方之精诚，实难多得。一再捻古，古公王室以赞唐。于康哉之颂。江边任卿，不尽其才，虎林选都，堪之者众。若赵还都宠以上司，则天公必修，庶几贤兮矣。应律子事嗣，为柴桑都、扬武将军。天策元年，与从兄依据喜建安。天纪二年，赵还建业副将军。后平曰：“潘俊公卿害断，陆凯中壮直直，皆结盖耿耿，有大丈夫格也。应身结世纪，著称南土，可谓良木矣。” PG 320《三国志》卷62《吴书》17。是宜胡宗传。是宜字子羽，北海营陵人也。本姓氏，初为县吏，后仕郡。郡乡孔融朝仪，言氏字名无上，可改为氏，乃遂改焉。后依刘纣，避乱江东。纣军改，以喜会稽。孙权陈涉大业，幽闻真仪道见亲任，专点机密，拜其都尉。吕蒙图袭官，
语，权以问疑，疑善其计，劝权听之。从讨语，拜忠义校尉。疑臣谢，权令曰：孤虽非赵简子，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？既定荆州，都武昌，拜皮将军，后封都亭侯，守侍中，欲复守兵，疑自以非才，故辞不受。黄武忠遣疑之挽救将军刘绍，欲诱至曹休。休道，大破之，迁偏将军，入阙审尚书事、外总、平诸官，兼领词诵，又令都诸公于书学。大驾东迁，太子登刘镇武昌，使疑辅太子。太子敬之，是先咨询，然后施行。晋封都乡侯，后从太子还建业，复拜侍中。中执法，平诸官事，领词诵如旧。点校郎吕一乌白故江夏太守，雕家傍先国政，权怒收家细狱，西宴问。时同作人皆不畏一，并言闻之，疑独云无闻。于是见穷竭累日，诏旨转吏，群臣为之秉袭。疑对曰：今刀具已在臣颈，臣何敢为家隐晦，自取一灭，为不忠之鬼，故以闻之当有本末。据实答问，辞不清。疑权遂舍之，加义得免。蜀相诸葛亮卒，权垂新西州，遣疑使蜀生故盟好，奉使称义，后拜尚书仆射。南鲁二公出力，疑以本职领鲁王父，疑嫌二公相近切，乃上书曰：臣妾以鲁王天挺义德，兼资文武，当今之疑，疑政四方，为国藩辅。宣PG 321，杨德美，广耀威灵，乃国家之良规，海内所瞻望。但臣言此彼也，不能究竟其意。予以二公已有降杀，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。书三四上，为父尽忠，动辄归谏，事上情与人公，不治产业，不受施惠，为屋舍财足自容。邻家有其大宅者，权出望家，问其大事者谁？左右对曰：四世宜家也。权曰：宜简，必非也。问果他家，其见之性如此，服不精细，食不重善，枕善贫困，家无处处。权闻之，性宜舍，求事书犯，卿尝之，对之叹息，即增讽刺，亦田宅一类辞让，以恩为妻，时时有所进达，未尝盲人之短。权常则以以不言事，模事所非。一对曰：圣主在上，臣下守职，惧于不称，实不敢以于管之处，上干天听，事国数十年，未尝有过。吕一立白江乡大臣，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，独无以白疑。权叹曰：使人竟如是疑，当安用科法为？即请急，一令素官敛以食服，勿从审曰：年八十一卒，胡宗自伟泽，汝南故使人也。少孤母将避难江东，孙策领会姬太守，宗年十四，为门下巡行。刘武与孙权共读书，策薨。权为讨鲁将军，以宗为金曹从事，从讨皇祖，拜二常。权为将军都京，赵宗还为书部。与世仪、徐祥据点军国密事。刘被下白帝，权以见兵少，使宗廖诸县得六千人，力解樊两部。降领左部，宗领右部都。吴将进宗叛归位，为以宗为齐春太守，去江数百里，数为寇害。
劝使宗与贺其亲行演习，深鲁的宗加见武中郎将，未拜权为吴王，封宗仪降皆为亭侯。黄武八年夏，黄龙见举口，于是全称尊号，因瑞改元。又作黄龙大牙，常在中军，诸军进退，视其所向，命宗作贼曰：乾坤照例，三才是身，狼狐垂象，实为兵精，圣人官法，是孝是淫，始作器械，圆求绝尘。黄农创代，拓定黄基，上顺天心，下袭民灾。高兴诸共，顺真有苗，岂有干尸，汤有明条。 PG322 周之牧野，汉之垓下，靡不游兵，克定绝序。明明大武，十天深得神武世经，为黄之极，乃自在席黄于世祖月历五代，既是在下应其受命，发迹南土，将辉大胄，革我屈下，乃律天时，至为神君，取向太一，武将三门，吉则如殿，迟则如云，静至有度，约而不凡。四灵祭部，黄龙处中，周至日月，时约太长，截然特立，六军所望。先人在上，见观四方，神识使之为国修降。君欲转向，黄龙先移，筋骨不明，既然便失。按摩若神，可谓秘奇。在席周氏，赤乌贤书，今也大吴黄龙吐服。和气和落，动与道具，天赞人和，签约为修。属文权。见作，遣使重申前好。宗为蒙文，文艺甚美，语在权传。权下都建业降赠并为侍中，进封乡侯，兼左右领军。时为将人霍云为都督河北镇威将军吴直颇见猜疑，宗乃委职为坐将文三条。其一曰：天罡持绝，四海分崩，群身憔悴，世人波悦，兵寇所加，亦无居民，风尘烟火，往往而处。自三代以来，大乱之极，未有若今时者也。臣职至薄，处实无方，系于土壤，不能翻飞，遂为曹氏执事容易。远处河朔，天衢隔绝，虽望风沐翼，思托大命，愧无因缘的展其志。每往来者，窃听风化，福之陛下其得乾坤，同明日月，神武之姿，受之自然。敷衍黄即流化万里，自江以南，护受富涛，英雄俊杰，上达之士，莫不兴歌赋咏，乐在归附者也。今年六月末，奉文吉日，龙兴建作，恢弘大胄，整理天罡，将使移民，笃建定主，引武王伐殷，殷氏倒戈，高祖诸相四面楚歌，方知今日未足以御。臣职不慎无天志愿，谨遣所亲同郡皇定公行奉表，即托将判见官求答，其欲所成，载列于左。其二曰：其一隐去下人伤，臣平委除归汉，叔公逐伯移民临后世，世主不为之备旦者，以为之天命也。臣习为曹氏。 PG323 所见交接，外托群臣，内如骨肉，恩义筹谋，有何无离，遂受偏方之任，总河北之君。当此之时，志望高大，勇与曹氏同死。俱身唯恐公之不见，视之不成耳。即曹氏之亡，后嗣继位，又充统政，谗言迷心。同柴者以势相害，意去者得兼其言，而臣受性简略，素不下人，
是彼庶子，一时破之，此一臣之过也。遂为协议所建构会，招致猜疑，诬臣预判。虽时真者保明其心。事乱缠甚，余贤犹在，常惧一旦横受无辜，忧心恐救，如复兵。叹习越意为燕昭王立功于齐，惠王即位，移夺其任，遂去燕。知诏修烈不亏。彼其欲二三其德，盖为功名不见，而惧获之，将及也。习遣魏郡周光以假范为名，托判南邑，宣达密计。十以仓卒，未敢便有张表，使光口传而已。以为天下大归可见。天意所在，非无负谁。此方之名，思为臣妾，严谨举重，唯恐兵来之迟耳。若使圣恩少加信纳，当以河北陈望王师疑心赤。十天日事件，而光去今年，不闻可拓，未审辞意境的答不。瞻望长叹，日月已己，鲁望高子，何足以遇？又臣今日见呆稍薄，苍蝇之声绵绵不绝，必受此祸，持速视耳。臣思度陛下，为垂民位者，必以臣直贯穿仁义之道，不行若此之事，为光所传，多须少时，或为彼中有他消息，不知臣直构谗谏疑，恐受大害也。且臣直者有罪之日，自当奔赴顶祸，束身呆罪，此盖人臣之疑也。今日无罪，横见憎悔，将有商鞅、白起之祸。寻为世事，去义直也。死而服义，不去何为？乐义之出，无其之走。君子伤其不欲，未有非之者也。愿陛下推古旷今，不宜怪于臣直也。又念人臣获罪，当如五元奉己自孝，不当绕性因事为利。然今与古绝世不同，南北悠远，江湖隔绝，自不举事，何得既免？是以忘治世之节，而思立功之义也之也。且臣只有以曹氏之嗣，非天命所在，朕若行乱，秉夺于臣，诸将专威于外，各自为政，莫获同心，士卒衰耗，躺葬空虚，纲纪毁废。 PG324上下并昏，享前后蜀的将叛，据闻此问，兼若宫妹，一应天时。此时陛下进取之秋，是以区区感现奇迹。今若内兵怀四举，有下邳、荆、扬二州闻声响应，臣从河北席卷而南，形势一连根芽永固。关西之兵系于所谓清徐二州不敢撤守，许落于兵众不满万，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？此臣千载一悔之期，可不深思而熟计乎？及臣所在，既自多马，加以枪，胡长以三四月中美草时，驱马来出，引渡经者，可得三千余匹。陛下出军当头此时，多将骑士来救马耳。此皆先定所依二之，凡两君不能相究虚实，今此间时雷亦可克定。陛下举动应者必多，上定宏业，使普天一统，下令臣直见非常之功，此乃天也。若不见纳，此亦天也。愿陛下思之，不负多臣。其三曰：习远子舍元救曹，规划计较，应见纳受，遂破元军，以定曹也。相使曹氏不信子远，怀疑犹豫，不决于心，则今天下元氏有也。愿陛下思之。兼闻界上将严福召集御归，大化唱贺不速，以取破王。今臣款款，远受其命，
若复怀疑，不时举动，令臣孤绝，受此后祸，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，不敢复托命陛下矣，愿陛下思之。皇天后土，实闻其言。此文既流行，而只以人为事中矣。二年，青州人引藩归吴。尚书曰：“臣闻纣为吴道，为子先出，高祖宽明，陈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弃封域，归命有道，赖蒙天灵，得自全治。臣至北有日，而主者痛之将人，未见经别，使臣挥言妙旨，不得上达。余亦三叹，何为其矣？”谨亦却。拜章，启蒙引荐，权即召入。藩谢答问，及臣实务，甚有辞。官宗时侍坐，权问何如？宗对曰：“藩尚书，大禹有四东方朔，巧结诡辩有四弥痕，而才皆不及。”权又问：“可堪何官？”宗对曰：“未可以治民，且是以都辇小职。”权以藩胜论刑狱，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，廷尉好普称藩有王佐之才，普有语。PG 325之清善，常怨叹其屈。后藩谋叛，视觉伏诛，进谏则自杀。据禁止，历史乃解。拜宗偏将军，兼左执法，领辞送辽东之事。抚吴将军张昭以见权言辞切制，权亦大怒，其和谐彼此，使之无隙，宗有立焉。幸事久，酒后欢呼极易，或推饮悲伤，搏击左右。权爱其才，服之则也。凡自权统事，诸文告策命，邻国书服，略皆宗之所造也。初以内外多事，特立科，常立遭丧，皆不得去，而数有犯者，权患之，使朝臣下议。宗亦以为一定科文，是以大辟，行之一人，其后必绝。遂用宗言，由是奔丧乃断。赤乌六年卒，子冲嗣。冲平和有文干，天纪中为中书令。徐祥者，字子明，吴郡乌城人也。先宗死。平曰：“是宜徐祥、胡宗，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。宜清客真素，祥数通时命，宗文采才用，各见信任，辟之广下。其崔传之左乎？” PG 326。三国志卷六十三吴书十八。吴范刘敦赵达传。吴范字文泽，权击上虞人也。以治隶属之风气闻于郡中。举有道，易京都，事乱不行。会孙权起于东南，范伟身服侍。每有灾祥，辄推数言状。其数多效，遂以显明。初，权在吴，欲讨皇祖。范曰：“今资少利，不如明年。明年戊子，荆州刘表一生死国王。”权遂真祖，猝不能克。明年，军出，行及浔阳，范见风气，因亦传贺，催兵急行，至极破祖，祖的夜亡。权恐失之，范曰：“未远，必生擒祖。”至五更中，果得之。刘表尽死，荆州分割。及人臣遂，范又白言。遂在甲午，刘备当得益州。后履带从蜀骸，欲之白帝。说备不中离落，死亡且半，势必不克。权以难犯，范曰：“臣所言者天道也，而待所见者人事耳。”备促得数。权与吕蒙谋袭关羽，一之进城，多曰不可。权以问范曰：“得之。”
后与在麦城使使请降。权问范曰：“竟当降否？”范曰：“彼有走气，言降诈话耳。”权使潘璋邀其进路，搀后者还，自语已去。范曰：“虽去不免。”问其其曰：“明日。”日中，权力表下漏以待之。及中不至，权问其故，范曰：“时尚未正中也。”请之，有风动为，范府守曰：“雨至矣。”须臾，外称万岁，传言的雨。后权与魏为好，范曰：“以风气言之，彼以貌来，其实有谋，以为之备。”刘备胜兵西陵。范曰：“后当何亲？”中皆如言。其战燕明审如此。权以范为其都尉，领太史令，数从访问，欲知其决。范密袭其数，不已。PG 327。至要与权，权由是恨之。初，权为将军时，范常白言：“江南有王气，害子之间有大福庆。”权曰：“若忠如言，以君为后，即立为吴王。”范时是焉，曰：“昔在吴中，常言此事，大王时之邪？”权曰：“有之。”因呼左右以侯受代范。范权之权欲以宴当前言，折首推不受。及后论功行封，以范为都亭侯。赵陵当初，权会其爱道于己也，削除其名。范为人刚直，颇好自称，然与亲故交皆有忠实，素与魏腾同意相闪。腾常有罪，权则怒甚言，敢有见者死。范谓腾曰：“欲汝挟死。”腾曰：“死而无益，何用死为？”范曰：“安能虑此作官汝邪？”乃昆头自负一门下，使临下以闻。临下不敢，曰：“必死，不敢白。”范曰：“汝有子邪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使汝为吾范死，子亦恕我。”临下曰：“诺。”乃排阁入。言未促，权大怒，欲变头以己。军巡走出，范因突入，叩头流血，言语涕病。良久，权势乃免腾。腾见范谢曰：“父母能生长我，不能免我于死。丈夫相知，如汝足矣，何用？”多为黄武五年，范病卒，长子先死，少子尚幼，于是夜绝。权追思之，目三州有能举之数数如吴范、赵达者，封千户侯，卒无所得。刘敦字子仁，平原人也，遭乱弊的，客游庐陵，是孙府以明天官达战术显于南土，每有水旱寇贼，皆先时触其无不忠者，府亦焉，以为军师。军中贤进士之，号曰神明。建安中，孙权在豫章，时有兴变，以问敦。敦曰：“哉哉，丹阳。”权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客甚主人，到某日当得问。”是时边鸿作乱，促如敦言。敦于诸庶皆善，由明太医，皆能推演其事，穷尽要妙，著书百余篇，名如雕玄，称以为奇。敦义 PG 328。保爱其术，不以告人，故事莫得而名也。赵达，河南人也，少从汉室中丹服受学，用思精密。魏东南有王者气，可以避难，故脱身渡江，至九宫一算之术，究其为止，是以能应机立成。对问若神，至计飞黄，摄影符，无不忠孝。
或难答曰：“非者故不可笑，谁知其然？此待望耳。”答。使其人取小豆数豆，拨之席上，立处其数，验复果性，尝过之。故之故为之具食。食毕，谓曰：“仓卒乏酒，又无家看，吾以叙意如何？”答因取盘中止柱，再三从横之，乃言：“卿东壁下有美酒一壶，又有鹿肉三斤，何以辞吾？师作有他宾，内得主人情。”主有惭曰：“以亲善射有无，欲相视耳，尽孝如此。”遂出酒酣饮。又有书简上作千万数，者空仓中封之，令答算之。答处如数，云：“但有名无实，其今为若是。”答宝习其数，自看则因理皆明如善事，清屈节就学。答密而不告。太史成公孙腾少师事答勤劳累年，答许教之者有年数矣，临当欲与而折复止。腾他日积酒具，侯颜色拜跪而请。答曰：“吾先人得此数，欲图为帝王师，至是来三世，不过太史郎，臣不欲复传之。且此数为妙，投诚伪除，一算之法，父子不相与。然以子笃好不倦，今真以相授矣。”饮酒数行，答起取素书两卷，待如手指。答曰：“当写读此，犹自解也。吾酒废，不复审之。今欲思论一过，数日当以相与。”腾如其往，至乃阳求所书，今言师之，云：“女婿昨来，必是取所窃。”遂从此决。初，孙权行师征伐，每领达有所推步，皆如其言。权问其法，达终不语，由此见薄禄位不至。达常笑谓诸心气丰庶者曰：“当回算为目，不出户有已知天道，而反昼夜暴露以忘气样，不亦难乎？闲居无为，隐算自笑，乃叹曰：‘吾算气尽。’某年月日，其中矣。”达妻数见达笑，闻而哭泣。达欲米七亿 PG329 乃更不算，言：“向者谬误耳，尚未也。”后如其死。权闻达有书，求之不得，乃路问其女，即发官无所得，法术绝焉。平曰：“三子各于其术精矣，其用思妙矣，然君子等一心神宜于大者远者，是以有时之事，舍彼而取此也。” PG330 三国志卷64吴书19诸葛腾二孙濮阳传。诸葛恪字元训，景长子也，少知名，若冠拜其都尉，与故谈张修等是太子登讲论道义，并为宾友。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。恪父景面长似驴。孙权大会群臣，使人牵一驴入，长剪其面，题曰诸葛子瑜。恪跪曰：“岂请逐一两字？”因听与彼。恪击其下曰：“之驴。”举座欢笑，乃以驴刺客。他日复见，权问客曰：“亲父与叔父孰贤？”对曰：“臣父为优。”权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父之所事，叔父不知，以是为优。”权又大觉，命客行酒，至张昭前，昭先有酒色，不肯饮，曰：“此非养老之礼也。”权曰：“卿其能令张公辞屈，乃当饮之耳。”客南昭曰：“其师上负九十，秉毛杖钺，犹未告老也。今军旅之事，将军在后，九十之事，
将军在先，何谓不养老也？昭促无辞，遂为进爵。后蜀好，群臣并会，权谓使曰：“此诸葛恪雅使至其臣，还告丞相，为质好马。”恪因下谢，权曰：“马未至面谢何也？”恪对曰：“夫蜀者，陛下之外舅，今有恩，召马必至也，安敢不谢？”恪之才节，皆此类也。权甚异之，欲事以事，令守节度。节度长军粮谷，文书繁伟，非其好也。恪以丹阳山险，民多果敬，虽前发兵，图得外县平民而已。其余深远，莫能勤进，屡自求其为官出之。三年可得甲士四万。众议贤矣，丹阳地势险阻，与吴郡、会稽、新都、鄱阳四郡邻接，周旋数千里，山谷万众，其忧遂名人，未尝人臣意，对常立皆仗兵野役，白首于林莽。夫王素恶，贤共逃窜，山出同。PG 331。铁，自铸甲兵，俗号五席战，高尚气力，其深山复险，底突从。即若鱼之走渊，原幼之藤木也。时关见隙，初为寇盗，每至兵征伐，寻其枯葬。其战则风至，败则鸟窜，自前世以来，不能及也，皆以为难。恪父景闻之，亦以事中不逮，叹曰：“恪不大兴无家，将大赤无足也。”恪甚诚其必捷。权拜恪府，召将军领丹阳太守，授其戟五骑三百。拜毕，命恪备威仪，作鼓吹，导引归家。时年三十二，恪到府，乃遗书四部属陈长空，令各保其疆界，名利不武，其从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分内诸将，罗兵幽阻，但善藩篱，不与交锋。后其骨架将熟，折纵兵山邑，使无遗种。旧谷寂静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无所入。于是山民饥穷，见出将首。恪乃复斥下曰：“山民去恶，从化皆当抚慰，喜出外县，不得闲移，有所直居。”旧阳长胡抗的将名周仪，依旧恶名，困迫暂出，内徒叛逆，抗父宋延辅。恪以抗为教，遂斩以训，以状表上。明文抗作直人被录之官为欲出之而已。于是老幼相携而出，遂其人数皆如本归。恪自领万人，余分给诸将。权加其功，遣尚书仆射薛宗劳军。宗先一刻等曰：“山岳士卒，步兵力士，缓则守蜀，急则狼顾。”皇帝赫然，命将西征，神策内授，武师外镇，兵不染恶，甲不沾汗，元恶既消，种党归义，荡敌山叟，现戎十万，也无一寇，一往残奸，既扫凶特，又充军用，离游狼友，化为善草，魑魅魍魉，更成虎兔。虽时国家威临之所加，亦信吴帅凌旅之所至也。虽师美直训义家者守周之方，赵汉之位，或岂足以谈公义故人勋超前世。主上欢然，遥用叹息，感四母之疑点思，引至之旧章，故遣中台进官迎至稿赐，以经茂功，以慰渠劳。拜恪威北将军，封都乡侯。恪骑绿重殿庐江宛口，因清兵袭疏，掩得其名而还。
复远遣斥后，官乡禁药，欲图寿春，全矣。 PG332 为不可。赤乌中为司马宣王谋欲攻克，全方发兵应之，忘弃者矣，为不利，于是徒客屯于柴桑。与丞相陆逊书曰：杨进书传述清论，以为方今人物雕尽，守得业者不能复己，移乡左右。艮为辅车，上西国事，下乡珍惜，又及世俗好乡谤毁，使以成之气，终有损累。将进之徒亦不欢笑，闻此愧然，臣独集结，予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，自恐是门徒大树三干，其见者72人。至于子张、子路、子贡等70之徒，亚圣之德，然有葛有所短，失辟尤厌，赐不受命，其况下此而魔所却，且众弥补以数与之不备而引以为有，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。加以当今取势宜宽于罔顾，何者？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，国家执私常苦不充，苟令性不邪恶，志在成立，便可讲究逞其所任。若于小小一事私行不足，皆宜扩略，不足履责，且事成不可欠论苛刻，苛刻则比贤圣犹将不全，况其出入者邪？故曰：以道忘人则难，以人忘人则易，贤愚可知。自汉末以来，中国土大夫如许子江辈，所以更相傍善，或至为祸，缘其本起，非为大仇，为作克己不能尽如理，而责人专以正义。夫己不如理，则人不服；责人以正义，则人不堪。内不服其行，外不堪其责，则不得不相怨。相怨一生，则小人的容其间，的容其间，则三智之言，浸润之赠，分错交织，虽使至明至清者除之，犹难以自定，况以为戏，且未能明者乎？是故张臣至于血刃萧诸不忠其好，本由于此而已。夫不舍小过，欠为相责，久乃至于家户为怨，一国无复全行之事也。客之训以此贤己，故遂广其礼而赞其职也。会训促客迁大将军贾节驻武昌，待训领荆州事，久之全不遇，而太子少，乃征客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，中书令孙弘领少傅，全即困赵客弘及太常腾应将军吕据。 PG333 侍中孙俊属以后事。翌日全轰弘素与客不平，据为客所至，密权死问欲矫诏除客。俊以告客，客请弘滋事于座中诛之，乃发丧致服。与帝公安都荣书曰：今月16日以位，大行皇帝委弃万国，群下大小莫不伤道，至无父子兄弟，仅受书恩，非徒凡庸之力，是以悲痛，甘心疲裂。皇太子以丁有见求号，哀喜交病，不知所措，吾身受故命，辅相幼主，妾自魁度，才非薄禄而受积功复徒之托，具舔丞相辅汉之效，恐损先帝伟父之名，是以忧残惶惶，所虑万端，且明恶其上，动见沾官，何时易哉？今以顽钝之姿，触保父之位，兼多智寡，任重谋浅，谁为唇齿？晋汉之事，燕盖交构，有上官之变，以身执此，何敢一御邪？右地所在与贼犬牙相错，当于今时整顿军具，
律吏将士谨备过长，念出万死，无故一生，以报朝廷，无忝而先。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，有恐贼虏文会，自虽叩切，编一诸曹以别下，曰赤所部都将不得妄为所述，近来奔赴，虽怀创但不忍之心，公义夺私，薄情芙蓉，若苟为利，非图小故，以清正书，古人名戒也。客更拜太傅。于是罢市厅，其校官原不责，除关税，是崇恩泽，众莫不悦。客每出入，百姓严谨思见其状。初，权皇龙元年迁都建业。二年驻东兴堤二湖水。后征淮南败，以内传由是废不复修。客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，更作大堤，左右截山峡筑两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流略守之，引军而还。为以吴军入其疆土，耻于受侮，命大将胡遵、诸葛诞等率众七万，欲攻为两物，徒坏堤耳。客兴军四万，臣夜赴九遵等斥其诸军作浮桥渡，臣于堤上奋兵攻两城，臣在高峻不可猝拔。客遣将军刘赞、吕据、唐咨、丁奉为前部。十天寒雪，为诸将会饮，见赞等兵少，而解至铠甲，不持矛戟。PG 334。但都谋刀损，裸身元恶，大笑之，不及严兵。兵得上，便鼓噪，乱着。魏军惊扰散走，争渡浮桥，桥坏绝，自投于水，更相倒。即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病没，死者数万。故叛将韩宗为魏前军都，亦斩之。或车臣牛马驴骡各数千，资弃山鸡，振旅而归。晋封客阳都侯，加金扬州牧，都中外诸军事，赐金一百斤，马二百匹，增布各万匹。客遂有轻敌之心，以十二月战客，明年春复欲出军。诸大臣以为庶出罢劳，同辞见客，客不听。中散大夫讲言或已故，真浮出。客乃这论欲众议曰：夫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作后世，古今未之有也。昔战国之时，诸侯自恃兵强地广，互有救援，为此足以传世，人莫能为。自秦从淮，但于劳苦，使秦见得自大，遂以并之，此既然矣。晋者刘景深在荆州，有众十万，才骨如山，不及曹操尚为与之力尽，坐观其强大，吞灭诸袁，北方都定之后，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，当时虽有吞治者，不能复为化计，于是景深儿子交臂请将，遂为求虏。凡敌国欲相吞，即仇即欲相除也，有仇而长之，或不在己，则在后人，不可不为远虑也。昔伍子胥曰：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无其为爪乎？夫差自恃强大，闻此渺然，是以诸子胥而无备越之心，至于临败毁之，岂有疾乎？越小于吾，尚为无祸，况其强大者邪？习秦旦的关西耳，尚以并吞六国，今贼皆得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其九州之地，得西戎马之乡，士林之叟，今以为彼古之秦，土地数倍，以吾与属彼古血国，不能办之。然所以能敌之，但以操实兵众于今世境，
而后生者未息长大，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。家司马懿先诛王陵，续字允弼，其子幼弱而专笔大任，虽有志既之事未得施用，当今伐之，是其恶慧。圣人急于驱时，臣为今日若顺众人之情，怀偷安之计，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。 PG 335。 不论未知终始，而以今日遂清其后，此无所以常叹息者也。自本以来，物在产欲，今者贼民岁月繁滋，但以上小，未可得用。二若复十数年后，其众必备于今，而国家进兵之地皆已空尽，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。若不早用之，端坐时老，复十数年，略当损半，而见子弟数不足言。若贼众一倍，而我兵损半，虽复十一，管图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达远虑者，必以此言为迂。夫或难为治而欲忧虑，此故众人之所欲也。急于难治，然后顿丧，虽有志者，又不能图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独一时。习无始，以五原为迂，故难治而不可救。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，故无以治其子孙。今克无巨臣之才，而受大无枭，或之任至与众同思不经远，若不及今日为国赤尽，抚养年老而仇敌更强，欲稳谨懈则宁有补邪。今闻众人或以百姓上平，欲勿贤习，此不又其虑其大为而其小情者也。习汉祖姓以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，空出公楚，身被创疑，借咒身己失，将士厌困苦，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？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。每览今韩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徒，晋封家叔父表臣与贼争竞之际，未尝不愧然叹息也。夙夜反侧，所虑如此，故聊书于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与末智化不利，贵令来世之我所忧，可思于后，众皆以克此论欲必为之词，然莫敢复难。丹阳太守聂有素与客善书见客曰：大行皇帝本有恶东关之计，既未施行，今公辅赞大业，臣先帝之志，寇远自宋将士平赖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岂非宗庙神灵舍既之福邪？一切按兵养锐，观性而动。今臣此事欲复大出，天时未可，而苟任甚意，私心以为不安。客题论后，为书答有曰：足下虽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见大树，首审此论，可以开悟矣。于是为众出军，大发州郡二十万众，百姓骚动，使失人。 PG 336。兴刻意欲要威淮南，驱掠名人，而诸江或难之曰：今引军深入疆场之名，必相虑远遁，恐兵劳而功少，不如只为新城。新城困，就必至，至而图之，乃可大获。刻从其计，回军还为新城，攻守连月，城不拔，士卒疲劳，因熟饮水，卸下流种，病者大半，死伤徒弟。朱营历日白病者多，刻以为作欲斩之，自是莫敢言。刻内为失计，而耻臣不下，奋行于色将军朱亦有所是非，刻怒，力夺其兵，都为蔡林树陈军计，刻不能用，
策马奔魏。魏之战事罢病，乃进救兵，客引军而去。是促伤病，刘烨道路，或遁扑坑壑，或箭掠，或存迹愤痛，大小呼皆。而客晏然自若。初驻江渚一月，徒起田于浔阳，赵赵乡贤徐乃炫师，由此众数失望，而愿独心矣。秋八月，军还，陈兵倒从，归入府馆。即召中书令孙黑立申谓曰：“卿等何敢妄述作诏？”黑黄俱辞出，因病还家。可真行之后，曹所奏属令常执司一罢更选，越至威严，多所罪，则当进谏者无不悚袭。又改易素位，用其清静，复斥兵言。欲相则徐孙俊因民之多怨，众之所嫌，构客欲为变，与量谋置酒请客。客将见之夜，金爽扰动，通隙不昧，名将灌树闻水腥臭，侍者受衣，衣服亦臭。客怪其故，一衣一水，其袖如初，亦惆怅不悦。言必驱出，太闲引其衣。客曰：“犬不欲我行乎？”还坐，请客乃复起，犬又嫌其衣。客令从者逐犬，遂升车。初，客将真淮南有孝子者虽衣入其阁中，从者白之，令外诘问。孝子曰：“不自觉入。”时中外守备一夕不见，众皆异之。出行之后，所坐厅室屋洞中折。自新城出驻东兴，有白鸿见其船，还拜蒋琳。白鸿复绕其车，即将见驻车宫门。郡以伏兵于围中，恐客不时入，是谢自出见客曰：“使君若 PG 337，尊体不安，自可虚后，郡当拒白主上，欲以偿之。”客客答曰：“当自立入。”散其常侍张曰、朱恩等秘书与客曰：“今日张赦非常，已有他故。”客审书而去。未出路门，冯太常疼应。客曰：“促腹痛，不认人。”应不知郡因计，谓客曰：“君自行炫未见，今上酒请君，君已至门，宜当立敬。”客踌躇而还，见吕上殿，谢亮还坐，设酒，客一未饮。郡因曰：“使君病未善平，当有常服药酒，自可取之。”客亦乃安，别饮所积酒。酒数行，亮还内，郡起如厕，解长衣，折短服，出曰：“有诏，收诸葛客。”客惊起，拔剑未得，而郡刀交下。张曰：“从旁捉郡，才伤左手。”郡应手所约断右臂。五位之士皆趋上殿，郡云：“所取者客也，今已死。”悉令赴任，乃除得更隐。先是，童谣曰：“诸葛客，芦苇单衣灭勾落，于何相求臣子革？臣子革者，凡与石子刚也。见叶面有长鳞，名曰石子刚，葬者衣焉。勾落者，孝是革带，是谓之勾落带。客果以为袭裹其身而灭束其腰，投之于此刚。客长子绰，其都尉以交关鲁王室，权遣复客，令更教诲，客正杀之。中子腊，长水校尉少子建，步兵校尉闻客诛，车载其母而定。郡遣其都城追斩耸于白兜，建得渡江，豫北走卫，行数千里，为追兵所逮。客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。初，耸数见客，
客不从，常忧惧祸。即王临淮赃君表起，收葬客曰：臣闻震雷电击，不从一朝，大风冲发，杀有吉日。然犹既以云雨，因以润物，是则天地之危，不可今日加臣地。王之怒，不宜弃情尽意，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讳，敢冒破灭之罪，以邀风雨之会。伏念故太傅诸葛恪的臣祖考风流之列，帛书诸父遭汉作晋，九州鼎立，分托三方，并履中秦，西戎事业。元及于客生长亡国，陶玉甚化，至明英伟，服侍累计，获欣慰。蒙先帝委以一周之任，属以万机之事。客所幸刚履，荆棘。PG 338。邻人不能尽守神器，目尽邦内，新功报失，为其三出，虚号。市民空劫府葬，专善国县，废义游义，假行节众，大小秉席。侍中五位将军都相后俱受先帝主祭之诏，见其奸虐，日月滋审，将恐荡摇宇宙，亲为社稷，奋其威怒，金冠昊天，纪律先于神。明智勇百余斤，聂公持白刃，萧客殿堂，勋超朱虚，公月东武。国之元害，一朝待除，持守训示，六军喜勇，日月增光。风尘不动，司时宗庙之神灵，天人之同宴也。今客父子三首，玄氏积日，观者数万，立身成风。国之大行，摩索不振，长老还幼，无不华见。人情之于品物，乐极则哀身，见客贵甚。是莫与二身处台府，中间历年，今之诸仪无意禽兽，观气情反能不惨然，且以死之人与土壤同欲，凿掘琢刺，摩索复加。愿圣朝积则乾坤，怒不及寻，使其相异若故，立民收以事物知福，会以三寸之官习相，即受病葬之师，韩信或收敛之恩，斯则汉高发神明之欲也。为陛下敦三皇之人，垂哀今之心，使国则加于孤鹿之骸，复受不已之恩，予以扬声遐方，举劝天下，岂不鸿哉？习鸾不剿命彭越，臣妾恨之，不先请主上而专明以四情，其德不诛，实为幸耳。今臣不敢张宣于情以露天恩，谨服手书，冒昧成文，岂圣朝哀察。于是亮俊听客故立敛葬，遂求之于石子冈，使客退军骸，聂有知其将败。书与腾应曰：当人强盛，河山可拔，一朝雷缩，人情万端，言之悲叹。客诸后孙俊既有欲以为御林太守，有发病忧死，有字文替，豫章人也。腾应字成嗣，北海巨人也。伯父丹父纣与刘纣周礼通家，以事扰乱，渡江依纣。孙权为车骑将军，拜丹右司马，以宽厚称早卒无嗣。纣善属文，权呆以兵礼，军国书书常令损益润色之，亦不幸短命。权为吴王，破路救恩，封印都停侯，少有节操，美容仪，若冠上公主。年三十，起家为丹阳太。PG 339。首喜吴郡会稽所在建称。太元元年，权请集益都刘为太常，与诺格克等俱受遗诏辅政。孙亮即位，加位将军。克江西重伐魏，应见客曰：君以丧代之计，受衣获之托，
入安本朝，出摧强敌，民生震于海内，天下莫不震动。晚幸之心，记得盟军而袭。经纬以劳役之后，新师出征，民疲力屈，远主有备。若攻城不克，也略无获，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。不如按甲袭师，关系而动。且兵者大事，是以重计，众苟不悦。君独安之。客曰：诸云不可者，皆不见计算，怀居苟安者也。而子父以为然，无贺望焉。夫以曹劳暗列，而正在司门，彼之臣民，故有离心。今无因国家之资，借战胜之威，则贺往而不克哉？以应为都下都，掌统刘氏，应白日皆宾客，夜审文书，或通晓不寐。孙俊字子远，孙坚弟晋之曾孙也。晋生号，号生公，为散骑侍郎。公生俊，少变公马，经果胆绝。孙权末，起五位都尉，为侍中。权陵薨，授以辅政，领五位将军，故典宿卫，封都乡侯。祭诸诸葛恪，迁丞相大将军，都中外诸军事，贾节晋封富春侯。腾应以客子耸妻父辞位。俊曰：滚，与罪不相及。腾侯何为？俊应虽内不沾洽，而外相包容，竟应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俊素无重名，骄矜险害，多所行杀，百姓萧然。又奸乱宫人，与公主鲁班私通。五凤元年，吴侯因谋杀俊，因使谢死。二年，魏吴秋俭，文清以重叛，与魏人战于乐家，俊率彪骑将军吕据、左将军刘赞袭寿春，会清败将，军还。是岁，蜀使来聘将军孙仪、孙绍申寻等欲因会杀俊，是谢仪等自杀，死者数十入，并及公主鲁豫。俊欲陈广陵，朝臣知其不可成，而谓之莫敢言。为腾应见止，不从，而攻进不久。其明年，文清说俊争位，俊使卿与吕 PG 340据车骑刘纂、镇南朱毅、前将军唐咨自江都人怀四以图清徐。俊与应至石头，因见之，领从者百许人入巨营。巨欲军其枕，俊恶之，称心痛去。遂梦为诸葛恪所及，恐惧发病死。时年38，以后世复生。孙申字子通，与俊同祖。申父绰为安民都尉，申使为偏将。君及俊死，为呆中五位将军，领中外诸军事，代之朝政。吕据闻之大恐，与诸都将联名，共表荐腾应为丞相，申以应为大司马，代吕代驻武昌。据引兵骸，使人报应，欲共废申。申闻之，遣从兄率将兵逆聚于江都，使中使赤文清、刘纂、唐咨等合众集聚，遣侍中左将军华容、中书丞丁彦告应取聚，并欲应一速去意，应自以获及，因刘荣、彦乐兵自卫，召典军杨崇将军孙资告以身为乱，破荣等时有书难申，申不听，表言应反。许将军刘成以封爵，使率兵骑急攻为应。应又结荣等使诈召发兵，荣等不从，应皆杀之。应颜色不变，谈笑若常。获劝应引兵至苍龙门，将士见攻出，必皆委身就攻，时夜已半。
应是与俱齐。又南举兵相附，乃约令不屈，说吕侯已在近道，故皆为应尽死，无离散者。时大风，彼小俱不至，身兵大会，遂杀及将士数十人，一应三族。升迁大将军贾节、封永宁侯，富贵巨傲，多行无礼。初，郡从帝律与诸葛恪之谋，郡后之至右将军，吴南都受节盖平九官事。身遇律伯于郡时，律怒，与将军王敦谋杀身。身杀敦，律服要死。为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畔，宝臣请将吴潜、文清、唐咨、全端、全义等三万人救之。为镇南将军王基为入旦清等突围臣，为西中外军二十余万增旦之围。朱毅率三万人屯安丰城，为文清事。为兖州刺史周泰聚义于杨渊，亦败退，为泰所追，死伤二干人。临于是大发律出屯获礼，复遣义律将军丁奉离 PG 341匪等五万人攻魏，刘资重于兜路，一屯漓江，遣将军任度、张郑等募勇敢六千人于屯溪六里为浮桥夜渡，驻掩月雷围魏。监军石苞及周泰所破，军却退就高，亦复坐车厢围去五木城。苞、泰公义亦败归，而魏泰山太守胡烈以骑兵五千轨道袭兜路，尽焚一资粮，身受兵三万人使一死战，亦不从，身斩之余获礼，而遣弟恩久会旦败隐骸，身既不能拔出旦而丧败事众，自录名将莫不怨之。身以孙亮使清政事，多所难问，甚惧还建业，称疾不朝。注释干朱雀桥南，使弟威远将军聚入苍龙宿卫，第五位将军恩偏将军干长水校尉凯芬屯朱营，欲以专朝自顾亮内贤身，乃推鲁豫剑杀本末，则怒虎林都朱雄、雄弟外部都朱损不匡正孙俊，乃令丁奉杀雄于虎林，杀损于建业，深入剑不从，亮遂与公主鲁班、太常权上将军刘成一诛身。亮飞身从解女也，以其谋告身。身率众夜袭权上，遣弟恩杀刘成于苍龙门外，遂围攻。使光禄勋于宗告庙废亮，召群司仪曰：“少地荒并昏乱，不可以处大位。臣宗庙以告先帝废之。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异议。”皆正部曰：“为将军令。”深遣中书郎李遂夺亮玺，授以亮罪状颁告远近。尚书桓疑不肯署名，深怒杀之。点军师正劝深真立郎协王修，深从之。遣宗正凯奉书于修曰：“深以没才，见受大任，不能辅导陛下，请月以来多所造例。清近刘成月于美色，发利民妇女，料其好者留于宫内，举兵第十八以下三千余人袭之院中，连日续夜，大小呼皆败坏藏中毛戈五千余枚，以作戏剧。诸据先帝旧臣子南雄损皆臣父之机，以忠义自立，袭杀小主，自是大主所创。帝不复经其本位，便杀雄损，见不见用。诸下莫不侧袭。帝于宫中作小船300余艘，臣以经营，施工昼夜不息。太常权上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诸宗亲，
而权端等伪臣就位，上位过重，曾 PG 342。吾一言以见陛下，而与敌往来，使传国消息，具必亲为社稷。推案就典，运及大王，则以今月27日请上斩臣，以帝为惠。姬王遣凯千营，百僚拥拥，历任盗策。深遣将军孙丹、宋亮之国，喜上于零陵，迁公主于豫章。深一迷意，武慢明神，遂烧大桥头五子虚庙，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。修纪即位，称曹莽臣。亦却上书曰：“臣服自省，才非干国，因缘废府，未及人臣，伤景败驾，罪负张漏，寻迁为阙，夙夜忧惧。臣闻天命匪臣，必就有德，是以忧立师度何宣忠心。陛下圣德，转臣大统，宜得良辅，以协雍熙，虽尧之圣，犹求祭器之左，以协名圣之德。古人有言：臣立就列，不能者止。臣虽自斩节，无意数政，谨上应受节钺，退还田礼，以避贤禄。修引荐未遇，又下诏曰：正义不得，守藩于外，直资忌讳，群公卿事，寄于正宫，以奉宗庙。朕用弗然，若赦冤兵。大将军中纪内发，弗为定亲，安康社稷，功勋赫然。袭汉孝宣建作，霍光尊显，包得赏功，古今之通义也。其以大将军为丞相、荆州牧、十五县恩为御史大夫、卫将军、具有将军、接县侯、干杂号将军、亭侯、凯义封亭侯、申义门武侯，皆典进兵，权倾人主，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。申奉牛九一休，休不受，击义左将军张布九酣，出怨言曰：撤废少主时，多劝无自为之者，吾以陛下贤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礼见惧，是与凡臣无异，当复改图耳。不以言文修，修贤之。拱其有变，数加赏赐，又附加恩事中，与身分审文书。或有告身怀怨武上欲图反者，修直以复身，身杀之。由是越惧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修许焉。进赤所都中营京兵万余人，皆令装载所取武库兵器，咸令给予将军魏邈说。修曰：身居外必有变，吾为事师硕又告身欲反有真。修密问张布，不与丁奉谋于会杀身。 PG 343。永安元年12月丁卯，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，身闻之，不悦。夜大风发牧羊杀，身亦恐，误臣蜡会，身称疾，修强起之，使者十余倍，身不得已，将人众止焉。身曰：国家旅有命，不可辞，可欲枕兵，令府内期货，因事可得素骸。遂入寻，而火起。申求出，修曰：外兵自多，不足凡丞相也。申起离席，奉布幕左右附之。申叩首曰：愿喜交州。修曰：卿何以不喜腾应吕据？申复曰：愿媒为官奴。修曰：何不以应据为奴乎？遂斩之。以申首领其众曰：诸与申同谋皆赦，放帐者5000人。凯乘船御北将追杀之，夷三族发孙俊官
取其应兽，生其木而埋之，以杀鲁豫等故也。生死时年二十八。修丹与郡，生同族，特除其属籍，称之曰故郡，故生云。修又下诏曰：诸葛恪、滕胤、吕据盖已无罪为郡，生兄弟所见残害，可为痛心，促皆改葬，各为祭奠。其离客等事见远徙者，一切召还。濮阳兴字子元，陈留人也。傅毅，汉末避乱江东，官至长沙太守。兴少有市民，孙权时除上虞令，稍迁至尚书左曹，以武官中郎将史属，还为会稽太守。时郎邪王修居会稽，兴生与相结。即修即位，真心为太常卫将军，平均国事，封外皇侯。永安三年，都尉严密见丹阳胡田，坐普礼堂，召百官会议。贤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，为心以为可成，遂会诸兵民就坐。公庸之废不可胜数，士卒死亡，或自贼杀，百姓大怨之。兴迁为丞相，与修宠臣左将军张贡不相表里，邦内失望。七年七月，修薨。左典军万欲速与乌程侯孙浩善，乃劝兴不，于是兴不废修世子而迎立浩。浩既建作，加兴侍中，领青州牧，俄语赠兴不追悔前世。十一年朔入朝，号因收兴不喜广州，到追杀之，夷三族。平曰：诸葛恪才气干略，邦人所称，然交且令周公无 PG 344官况在于可经济凌人，能无败乎？若公行所与陆逊及地荣之书，则悔令不至，何由获之有哉？曾应立修士操，遵蹈规矩，而孙俊之时有保其贵，必为之礼也。俊身凶数淫逸，故无足论者。濮阳兴身居宰府，律不经国，挟张不知邪，纳万欲之说，诸夷其宣矣。 PG 345。三国志卷65吴书20。王楼贺为华传。王藩字永元，庐江人也，博览多闻，兼通数义，始为尚书郎，去官。孙修即位，与贺绍、薛莹、于四俱为散骑中常侍，皆加驸马都尉，时论卿之，遣使至蜀，蜀人称焉，还为下口监军。孙浩出，复入为常侍，与万玉同官。玉与浩有旧，俗世邪亲，未藩自亲。又中书臣陈升，浩之必臣，数赠毁藩。藩体气高亮，不能陈言顺旨，时或无益，积以见责。甘露二年，丁中使进还，浩大会群臣，藩省罪顿服。浩疑而不悦，举藩出外，请之请还，久亦不解。藩信有威严，行止自若。浩大怒，喝左右于殿下斩之。为将军藤木、征西将军刘平请不能得。丞相陆凯上书曰：常侍王藩黄忠通理，知天之物，处朝中简，司社稷之重镇，大吴之龙逢也。习事景皇，纳言左右。景皇亲家，叹为一轮。而陛下奋其苦辞，恶其直对，削之殿堂。师还抱气，邦内伤心，有时悲悼。其痛藩如此。藩死时年三。十九，号喜藩家属广州。二弟者，沿皆作家器，郭马骑士不为马用，见害。
楼玄字承先，沛郡齐人也。孙修时为监农御史，孙浩即位，与王藩、郭绰、万玉俱为散骑中常侍，初为会稽太守，入为大司农。就晋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，欲臣亲密尽职宜用好人。浩因斥有司，求中卿之事，以应其选，遂用玄为攻下镇晋中后。 PG 346。主殿中侍玄从九卿持刀侍卫，正身律众，奉法而行，应对切直，数五号意渐渐则怒。后人乌白玄与贺绍相逢，助共而语，大笑，傍善正事，遂被召诘责，送赴广州。东官令华和尚书曰：臣妾以治国之体，其由治家主田野者，皆宜良性。又宜的一人总其条目，为作为纲，重视乃礼。论语曰：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？公己正难面而己言所任得其人，放悠游而自逸也。今海内未定，天下多事，事无大小，皆当官闻，动经欲作，劳损甚虑。陛下既垂意博古，宗吉一闻，家情心好道，随节志气，以得闲静，以展神思，呼吸清纯，与天痛疾。臣素夜思维，诸吏之中，任干之事，足伪仗者，无甚于楼玄。玄亲中奉公，官冕当世，重服其操，无与争先。失亲者则心平而易直，忠者为正道而履之，如玄之性，忠是可报。启陛下设玄前迁，使得自心，着之宰司，则其后效使为官则人，随才受任，则顺之功绩，敬亦可得。号化玄名深，复喜玄及子惧，复交趾将张毅，使以战自效，因别斥亦令杀之，惧到交趾，病死。玄一生随意讨贼，持刀不射，见一折败，亦未忍杀。会意暴卒，玄病敛意，余气中见赤书，还便自杀。贺绍字兴伯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孙修即位，从中郎为其其中常侍，初为吴郡太守。孙浩时入为左典军，迁中书令，领太子太傅。号凶暴骄矜，政事日弊。少尚书谏曰：古之圣王所以前处众为之内而知万里之情，垂拱任席之上，明照八极之记者，任贤之功也。陛下以至德殊资，统成皇业，一律生履道，供奉神器，精贤表善，以康庶政。自请年以来，朝列分错，真伪相貌，上下空任，文武况位，外无山岳之镇，内无时宜之臣。宁于之徒辅祭天妃，干弄朝威，盗窃荣利，而忠良排坠，幸臣被害。是以正事催方，而庸臣狗昧，先议臣旨，各悉时去人。 PG 347。直反李之平，仕途诡道之论，遂使清流变浊，忠臣结舌。陛下处九天之上，引百重之事，言出风靡，令行谨从，轻洽宠媚之臣，日闻顺义之词，将为此被实贤，而天下以平也。臣心所不安，敢不以闻。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，慌乱之主乐闻其欲。闻其过者过日消而弗增，闻其欲者欲日损而获至。是以古之人君捐让以尽贤，虚己以求过，辟天位于臣奔，以胡伟为警戒。至于陛下言刑法以禁执辞，处善事以逆谏臣，炫耀毁誉之时，审伦尽席直言。
袭高宗思左梦寐的贤，而陛下求之如望，呼之如仪，故常侍王藩中客在宫，才人辅弼，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怒。敬弘卢格西，先帝旧臣，偶有逆侮昏醉之言耳。三绝之后，理所不会，陛下委发雷霆，谓之轻慢，饮之醇酒，中毒殒命。自是之后，海内道兴，朝臣师徒，侍者以退为信，居者以出为福。臣非所以保光弘绪，臣龙道化也。又贺定本区走小人，仆隶之下，身无资诸之行，能无因犬之用，而陛下爱其佞昧，假其威柄，使定是宠放自，自善威福，口正国义，手弄天机，上窥日月之明，下塞君子之路。夫小人求人，必尽坚力，定坚忘心事意，发江边戍兵以驱迷路。截至山林，山夷林莽，单其九野之兽，聚于重围之内，上无益食之分，下有损耗之费，而兵士疲于运送，人力竭于驱逐，老弱激动，大小怨叹。臣妾观天变，自彼年以来阴阳错谬，四时逆节，日食地震，中下陨霜，参之典籍，皆阴气凌阳，小人弄是之所至也。臣常览书传，验诸形势，灾祥之应，所为寒力。袭高宗修己以消鼎志之意，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。愿陛下上据皇天遣告之窍，下追二军攘灾之道，远览前代任贤之功，尽悟今日谬受之失，清晨朝位，经续俊逸，放退宁邪，亦夺监视如是之辈，亦聪复用，广言焉至，容受直辞，知臣甘旨，敬奉。 PG 348。 先业则大化光夫，天人望塞也。传曰：国之兴也，市民如赤子，其王也以民为草。借陛下袭涛神光，前得东夏，以圣哲茂姿，龙飞应天，四海严谨，八方世目，以陈康之化壁龙于旦夕也。自登位以来，法尽转科，复调一凡，中宫内庶，分布州郡，恒心事意，尽造坚利，百姓离住轴之困，黎民罢魔以之求，老幼饥寒，家户来色，而所在常立，破位罪富，严法峻行，苦民求办，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户离散，呼街之声，感伤和气。又江边戍兵，远当以拓土广进，近当以守戒备难，宜特忧郁，以待有事，而真发赋调，焉至云集，衣不全束贺，食不沾朝夕，出当风低之难，入报无聊之期，是以父子相弃，盼者成行。愿陛下宽复除烦，朕续穷乏，审诸不及，当尽约法，则海内乐业，大化普洽。夫民者国之本，食者民之命也。今国无一年之储，家无今月之储，而后宫之中作食者万有余人，内有离旷之怨，外有损耗之费，使库领空于无用，市民饥于糟糠。又北敌注目，四国盛衰，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护敌之不来，呼四海之困穷而侵鲁之不为难，臣非常策妙胜之要也。习大皇帝情深苦体，创基南下，割据江山，拓势万里，虽成天赞，实由人力也。余庆一座，至于陛下，陛下以免崇德气，以光前列，爱民养士，保全先轨，何可乎显祖之功勤，卿难得之大也。望天下之不振，替兴衰之巨变哉。
臣闻否太无常，吉凶。由人长江县不可久视，苟我不守，亦未可行也。昔秦建皇帝之号，据姚韩之祖，德化不修，法政苛酷，独留声名，忠臣度口，是以一夫大呼，社稷倾覆。晋刘氏惧三官之险，守崇山之故，可谓京城十事，万世之业，任受失贤，一朝丧眉，君臣系仅共为鸡仆。此当世之明鉴，目前之窘戒也。愿陛下远考前是尽览事变，封机强本，歌情从道，则成康之治心而胜祖。 PG 349之作龙椅书奏，好生恨之。少奉公真正，清净所惮，乃共赠。少与楼玄谤毁国事，俱被诘责。玄见宋南州，少元复职。后少中恶风，口不能言，去职数月，号移其脱籍，收复九藏，略考千所。少卒无一语，竟见杀害，家属喜临海，并下诏诛玄子孙。是岁天策元年也，少年四十九，为要字弘嗣，吴郡云阳人也。少好学，能熟文，从丞相院除西安令，还为尚书郎，迁太子中庶子。时蔡颖亦在东宫，幸好博弈。太子何以为无益，命要论之。其辞曰：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，及涉世而名不称，故曰学如不及，有恐失之。是以古之治世，到年耻之流脉而具名称之不立也，故亦经历操诚心业昧，不遑宁习，经之以岁月，累之以日历，若宁月之情，董身之笃，见自得意之渊，七迟道义之欲，且以西伯之盛，积公之才，犹有日昃呆旦之劳，故能龙心周道，垂名一载，况在陈述而可以已乎？历观古今功名之事，皆有累积书意之际，劳生苦体，气阔情思，平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，是以波势力至于根木，而黄霸受道于灵雨，终有荣显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府勤于素业，而无汉不离宫门，岂有犹堕哉？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，好玩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既已知足。当其邻局交争，雌雄未决，专精锐意，辛劳体倦，人事旷而不休，兵旅却而不接，虽有太劳之转韶下之乐，不暇存也。至或睹及衣物，喜其一行，连耻之一迟，而奋力之色发，然其所至不出一平之上，所悟不过方拐之间，胜敌无封爵之赏，获地无坚土之时，既非六艺，用非经国，立身者不接其术，甄选者不由其道，求之于战臣，则非孙吴之伦也；考之于道义，则非孔氏之门也，以辨诈为物，则非忠信之事也，以劫杀为名，则非仁者之义也，而空房日费业，终无补益。是何意涉目而及之，至时而投之哉？且君子之 PG 350居士也勤身以致养，其在朝也节命以纳中，临事且犹干时，而何博弈之足丹夫然？故孝友之行立，真纯之名章也。方今大无受命，海内未平，圣朝干干，务在得人勇略知事，则受雄虎之任，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属，百行兼包，文武并务，博选良才，精简毛俊，设陈氏之科，垂精绝之赏，陈谦
宰之家惠，百世之良欲也。当世之事，以免思治道，爱公习礼，以作名实，使名书史籍，勋在蒙府，乃君子之上物，当今之先及也。夫一目之平属与方国之风，哭其三百属与万人之江眼，龙之福，金石之乐，足以兼其局而冒博弈矣。假令世事以博弈之利而用之于诗书，是有言敏之至也；用之于治计，是有良平之思也；用之于资货，是有伊顿之富也；用之于射御，是有将帅之备也。如此则功名利而比见远矣。何废后为黄门侍郎，孙亮即位，诸葛恪辅政，表耀为太史令，传吴书、华和、薛莹等皆与参同，孙修建作为中书郎，博士祭酒，命要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，又预言要试讲。而左将军张布进袭宠幸，事行多变，但要试讲如是，又性精确，具以古今警戒修义，故真不可。修身恨不与在修转，然要禁止不入。孙浩即位，封高陵亭后，迁中书仆射、直审为侍中，常领左国史，使所在臣指数言锐应。浩以问要，要答曰：“此人家匡窃中物耳。”又号欲为复合作祭，要职以何不登帝位，移民为传。如是者非一，渐渐则怒。要亦忧惧，自陈衰老，求去世，使二官起欲臣所造书，以从业别有所负，号中不听。时有疾病，医药监护，持之越急。号每享宴，无不近日坐席无能否虑以栖身为限，虽不惜入口，皆浇灌取尽。要素饮酒不过二升，初见礼一时，常为裁剪或密次茶喘以当酒，至于宠衰，更见逼强者以为罪。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，以 PG351 嘲弄清客发斋思短以为欢，时有演过，或误犯号会，折剑收复，至于诸路。要以为外相毁伤，内常尤恨，时不及己，非家事也。故但是难问经义言论而已。号以为不承用诏命，亦不忠敬，遂积前后嫌愤，收要复狱。是岁凤凰二年也。要因欲立上辞曰：“求何恩见哀，无与为比，曾无芒毛有。以上报，孤汝恩宠，自陷极罪。念当挥灭，常弃黄泉，于秦戍楼。戍楼窃有所怀，贪令上闻。求习见世间有古立著，其所记载记多虚无，在书籍者亦复错谬。求寻案传记，考核一同采直耳。目所及以作动记，记自剖析至于秦汉，凡为三卷。当起皇武以来，别作一卷，世上未成。又见刘熙所作，是名信多家者，然物类众多，难得详究，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，又有非事予以官爵，今之所及不宜成物，求自望至为有作官职训及便是名各一卷，欲表上之心写实必会以无状，忧求特命明末之日，恨不上文，仅以先死列状起上言密府于外料取，城内已闻破具浅壁，不合天听，报不却席，起垂哀审。要既以此求免，而号更怪其书之构故，又以结要对曰：
求撰此书，时欲表上，具有误谬，速速审读，不觉点污。被问韩战，行气纳痴，颈椎辞叩头五百下，两手自搏而滑。何连上书就要曰：要运直千载，特蒙哀时，以其儒学的语。史官貂蝉内侍陈达天问：甚朝人笃，甚中追远，迎神之际，垂涕赤药。药于或不答，不能夫宣陛下大顺之美，而居及史官。使甚去不续，至行不彰，食药于必当死之罪，然臣数楼数楼见药。自少勤学，虽老不倦，探宗坟典，温故知新，及亦所经识古今。行事外力之中少过要者。习李陵为汉将，军败不还而将匈奴。司马迁不加疾厄，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粮食之才，欲食弊。臣所传忍不加诸，书促成立，垂之无穷。今要再无，亦汉之。PG 352。史迁也。福建前后福瑞章者。神指天应，祭出类剑，一统之旗。数不复久。是乎之后，当官时设置，三王不相因礼，五帝不相言乐。直文殊途，损益一体，宜得备依准古意，有所改立。汉室成秦，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宜，要知才学亦汉通之次也。又吴书虽已有头角，续赞未数，习班故作《汉书》文辞典雅，后刘真、刘义等作《汉纪》，远不及故，续传游列。今年吴书当垂千载，鞭刺诸吏，后知才是论次善恶，非得良才如要者，实不可使却不朽之书。如臣完毕，臣非其人。要年已七十，余数无几，岂赦其一等之罪，为终身徒使臣书业水族传位，垂之百世。景通进表，叩头百下，号不许，遂诛药，洗百家零零。子龙亦有文学也。华何自永先，吴郡武进人也。始为上虞尉，驱农都尉，以文学入为秘符郎，迁中书丞。蜀为魏所并，何意公门发表曰：兼文贼众以拒向西进，西进艰险，未当无虞。定文禄抗表至成都不守，陈竹波月设计倾覆，习未为敌所灭而还公存之。今道理长远，不可就政，失委附之土，弃贡献之国，臣以草芥，切怀不宁。陛下圣人，恩泽远覆，促闻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甚冲畅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孙浩即位，封除临亭后。始鼎二年，号更迎新宫，制度宏广，是以珠玉，所费甚多。是时盛夏，新宫农守并废，和尚书谏曰：臣闻汉文之事，九州晏然，秦明喜去惨毒之苛政，归刘氏之宽仁，审议约法，与之根始，分王子弟以翻汉室，当此之时，皆以为泰山之安，无穷之积之也。至于贾谊，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，可为常叹息者六，乃曰：当今之事，何易爆火机？心之下而请其上，火莫及然而谓之安。其后变乱，皆如其言。臣虽下愚，不识大伦，窃以囊实之事，窥今之事。PG 353。亦曰：复数年间，诸王方刚，汉之父相称及罢归，欲以此为至，虽尧舜不能安。今大敌据九州之地，有大半之众，其功
战之余数，陈荣刀之旧事，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，其有楚汉事不两立，非图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。一之所欲痛哭，彼今为缓抱火卧心之欲，于今而急。大皇帝览前待之如彼，察今视之如此，故广开农桑之业，积布资之储，恤民众役，勿仰战。是以大小感恩，各司节命。私运未至，早弃万国，自视之。后强臣专政，上轨天时，下为从义，望安存之本，邀一时之力，树兴军旅，清洁服葬，兵劳民困，无时获安。今之存者乃创疑之一众，哀苦之于己耳。遂使军道空溃，仓廪不实，布帛之次，寒暑不周，众已失业，家户不善。而北击鼓养民，专心向东，无复他景。蜀为西藩，土地险固，家臣先主统御之术，为其守御足以长久，不图一朝掩至倾覆。唇亡齿寒，古人所惧。胶州诸郡，国之南土，交趾、九真二郡以梅、日南孤为存亡。南保、合浦以北，民皆摇动。因连弊役，多有离叛，而被数减少，威震转轻，常恐呼吸复有变故。习海鲁亏于东线，多得离民的习海行，扭于往年，超道无日，今凶备有闲，首尾多难，乃国朝之恶惠也。臣宜助建立之意，先备御之计，免垦殖之业，为激伐之久，唯恐农时将过，冬作向晚，有事之日，整言未办。若舍此急，尽力工作，促有风尘不虞之变。当委板柱之意，引风岁之急，屈怨苦之重，复自任之难，此乃大敌所应为之也。如但固守，旷日持久，则军粮必乏，不待接任，而战事已困矣。习太戊之时，桑谷深庭，聚而修德，怪萧阴心，荧惑守心。宋以为灾，景公下从古时之言，而荧惑退舍，景公延年。夫修得于身而感异类，言发于口通神明。臣以愚弊，勿舔尽属，不能继宣人，则以感灵之，养残浮愧，摩索投处。退服思维，荣获桑谷之意，天是二主，至如他于资界之妖，尽是门庭小神所为。 PG 354。 验知天地无有他变，而真样福瑞前后履真，明珠既敌，白雀既见，万亿之作，石林所挺，以九域为宅，天下为家，不与边户之民转喜痛也。又今之公事，先帝所迎，暴徒利基，非为不祥。又阳氏土地与公连接，若大公必尽，余驾千柱，门行之神皆当转移，有恐长久未必胜救，屡迁不少，留则有闲，此乃余臣所以夙夜为忧卓也。臣审月令，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公，不可以会诸侯，不可以起兵动众，举大事必有大殃。今虽诸侯不会，诸侯之君欲会无益。六月戊己，土行正旺，既不可犯，家又农月，时不可失。习鲁隐公下沉中秋、春秋，书之垂为后界。今助公为常事之宏基，而犯天地之大敬。习春秋之所书，废禁兽之上物，臣以于管，切所未安。又恐所召黎民，或有不至，讨之则废一心事，不讨则日月滋满。若昔病道，大众聚会，昔无疾病，且人心安则念善，
苦，则愿叛。江南精兵，北土所难，欲以食醋荡东夷人，天下未定，深可忧袭之。如此功臣，死叛五千，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者，到万人，则备役十万，病者有死亡之损，叛者传不善之语，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。今当决力中原，以定强弱，正于忌讳，彼益我损，加以劳困，此乃雄夫志士所以深忧。臣闻先望治国无三年之楚，曰国非齐国，安宁之事戒备如此，况敌强大而忽农忘处。今虽颇种植，兼者大水沉没，其余存者当须云祸，而常立不齐，上方诸郡深涉山林，尽力伐财，废农弃物，市民妻奴累小，垦殖又薄，若有水旱，则有魔所获。周郡见米，当待有事，冗食之众，仰观功绩。若上下空乏，运曹不攻，而北敌犯江，使周、赵根深，粮贫复出，不能为避。夏季明矣。臣闻君明者臣忠，主圣者臣直，是以树楼树楼，媚犯天威，起垂哀审。书奏号不纳，后迁东关令，领右国吏、和尚书辞让。好 ，PG 355。答曰：的表以东关如林之府，当讲孝文义，处定宜南汉。时皆明学硕儒，乃任其职，岂更选阴贤？闻之，以清言经焚典，博览多闻，可谓阅礼阅敦诗书者也。当非汉臣造，光赞时事，以岳阳、班、张、蔡之仇，怪乃谦光，后自菲薄，以免被所执。以脉先贤，物复纷纷。时仓廪无楚，世俗咨耻。和尚书曰：今官虏充斥，征伐未已，居无积年之处，出无敌之处，此乃有国者所宣深忧也。夫财谷所生，皆出于民，驱食务农，国之上级，而都下诸官所长别异，各自下调，不计名利者与尽其常利未罪，昼夜催民，委舍殿试，皇父会日，定送道都，或运机不用，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。到秋收月，都其陷入，夺其剥殖之时，而则定送其今年之税，如有不悬，则即没财物，故家户贫困，衣食不足，宜暂息众役，专心农桑。古人称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一女不知，或受其寒。是以先望治国为农事务，君兴以来以向百灾，农人废男母之物，女宫廷积住之业，推此窥之，则书时而长饥，薄衣而履兵者，故不少矣。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，二为求其为己老也，求其为己死也。三为饥者能食之，老者能习之，有功者能赏之。民以治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则怨心生而功不见，今躺藏不食，民劳亦委主之二求已备，民之三望未报。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，寒者不似胡和而后温，为味者口之奇，闻嗅者身之事也。今事多而易凡，民贫而俗奢，百工作无用之器，富人为起迷之事，不勤麻喜，病相抚服，转相仿效，尺毒无有。兵民之家，犹富岁俗，内无丹食之储，而出有灵起之福，至于富甲商贩之家，重以金银奢自由甚。天下未平，百姓不善，以一生民之源
风骨薄之也。而气功于浮华之巧，防日于持米之事，上无尊卑等级之差，下有耗财物力之损。今立世之家，少无子女，多者三四。PG 356。少者一二，通令户有一女，十万家则十万人，人之饥一岁一数，则十万数矣。使四江之内同心戮力，数年之间，不薄必饥。自明五色为所服用，但尽其秀无益之事，且美貌者不带华彩矣。虽好，艳姿者不带文起以挚爱，五彩之事足以利矣。若及粉黛，穷胜服，未必无丑妇；废华彩，去文秀，未必无美人也。若识如论，有之无益，废之无损者，何爱而不斩尽以充腹藏之极乎？此旧伐之上物，复国之本业也。使管厌复身，无以益此。汉之文景陈平继统，天下已定，四方无余，有以雕文之防。农氏锦绣之害女工，开复国之力，度饥寒之本。况今六台分乖豺狼冲入，兵不离疆，甲不解带，而可以不广生财之源，充腹藏之积哉？号以何年老，敕令草表，何不敢？又敕作草文，庭立呆之。何为文曰：资和小臣，草芥繁庸，遭卷直甚，受恩特隆。月从朽壤，蝉退巢中，西光子踏，清早视频，碧翼青漏，沐浴凯风，笑无丝毛，复却山岁，滋润寒垢，恩待泪重，惠直被荣，局命的荣，欲报往极，委之黄穷，圣恩与助，哀泣其由，未命草对润背下鱼，不敢达赤，俱速醉珠，冒尘照命，魂事行流。和前后臣便宜，即共见良能，解释罪过，书百余上，皆有补益，文多不惜载。天策元年以为遣免，数岁卒。要何所论事？张书贤传于是也。平曰：薛莹称王藩气量绰异，宏博多通，楼玄清白节操，彩礼调畅，贺少励志高洁，机理清要，唯要赌学好古，博见群，即有技术之才。胡冲以为玄少翻译时清妙，略无优劣，必不得已，玄疑在先，少当次之。华和文赋之才，有过于要，而典告不及也。毛官和数献良规，其余自尽，庶几忠臣矣。然此庶子处无望之事而有名位，强死其礼，得免为幸耳。